我们确实有很多共通点，不仅有相似的年龄和经历，更有共同的使命，就是跑好神州家族太空接力赛。每次训练完，指令长都会带领我们进行复盘研讨。现在对方的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，我们就能够明白所要表达的意思。星空浩瀚无比，探索永无止境。我相信在指令长的带领下，在我们乘组紧密团结下，在广大科研人员的支持下，我们一定会很快适应太空环境，尽快进入工作状态，顺利高效圆满完成任务，探寻更多奥秘，